我自己回家。哎，我送你吧，你喝这么多危险。放开他，别多管闲事啊！往这儿打，往这儿打。人工部负面新闻不断，今天的新闻虽然被压下来了，但董事会还是发起了投票，全票通过，裁撤人工部。 顾总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听说你和陆显谈恋爱了，今天又离开我这个黑心领导，喜上加喜，祝福你。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你是一个黑心领导。不是，下一句。而且作为员工，我也很喜欢你。我听不到你，你大声点。很喜欢你。以后是双娇需要什么，我陆显都会满足的。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他。 我没有资格施舍给他。你也一样，一直都是他在帮助别人。住家保洁？嗯，你不要有顾虑。我知道，我偶尔也对我儿子都忍受不了。这份工作，我说了算，我才是你的甲方。我总觉得我出三倍的工资。什么时候开始上班？ 顾先生您好，我是您的住家保洁员，是双娇，请多关照。